二醫生先，你好啊，四哥啊，阿 K， 点解你今日咁好礼貌嘅？因为今日系世界问候日啊嘛。咁我咪可以问候人老母咯 ？No， 唔啱噶。其实世界问候日系1973年开始，目的系促进世界和平，人类相亲相爱。冇错啦，咁香港人咧都系好多帮笔问候人噶、啊。好彩我哋今日请咗问候界嘅公主龙哥嚟，教大家点样用和蔼可亲嘅方法去问候人。冇错啊，大哥都有咧。我未真望咗好耐，不如问候下佢咯，问候佢先。我哋望咗好耐咯，乜嘢嚟吓？等先。有咩啊？你好，我照只舞先。咩啊？跳啦，俾你啲时间跳。啊，跳得几好睇喎！有啊，好睇得噶，好睇得噶，仲有一招啊！招你啊！招你好美啊！喺呢一日咧，人家讲粗口咧，都要讲得温文啲、和谐啲嘅。例如，我屌你老母啊！知唔知点讲啊？唔知道，我屌，应该讲。你妈妈身体好吗？你妈妈身体好吗？如果你哋想讲得简单啲，咁应该点讲呢？就会系 Hi Auntie，Hi Auntie， 明唔明啊？如果想讲一啲 old school 啲嘅粗口，即系例如冚家铲，咁应该点样讲呢？你可以咁讲：你全家都好富贵，你全家都好富贵。又或者你可以直接啲、推心啲，直接问佢。你哋系咪好有钱噶？你哋系咪好有钱噶？咁如果佢哋明白你讲啲乜嘢嘅话，佢就会直接答你：你妈妈身体好嘛？你妈妈身体好嘛？老嘅富贵啊，富贵啊！我身体好唔好啊？身体好唔好啊？按照头先嘅教学，咁综合两句应该点样讲呢？你妈妈身体好嘛？你系咪好有钱？屌你老母冚家铲！嗱，龙哥咧就教咗大家点样去做咯喎，咁我而家示范俾大家睇。喂喂，你妈妈身体好嘛？你甩咗嚟，又嚟。啊，啱啱嗰个咧意外示范嚟嘅啫，唔紧要，我再嚟多一次啊，小姐。你妈妈身体好嘛？讲咩你？我哋而家再试多一次。喂，妈妈身体好嘛？喂，老豆，打你又系呢边嘅？多啦。阿老虎都拉跳。學死你啊！睇住啊！你都俾停咗產啊！用近期最流行嘅 JM 通去演繹一啲問候語，又會係點樣呢？為三浦，即係例如上天 deserve 咗一個好 naive character 俾你啊！咁即係點啊？你天生就一個柒頭，你天生就一個戇鳩。咁我再用 JM 通講一次，上天 deserve 咗一個好 naive character 俾你 ，yeah。咁件事係咪好 elegant， 即係好優雅咧？